나질, 지금. 我一定得算。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来了吗？今晚天气有变，我来给你送衣服。哎，夏娃。 性格切换以后，你真的不记得之前的事情了吗？不记得了。那你是怎么会记得大先生的？我是记得你们之前提过。你骗不过我的。你这样帮助阿宅，取得他的信任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的目的是你呀。 我要让从我身边抢走你的阿宅死得很惨。跟我回去。我是不会走的。你放手！放手啊！夏娃，大步子开学要找你麻烦了，赶紧跟我躲起来啊！你干嘛？松手啊！ 我现在命令你，赶紧给我松手，然后回家，给我冷静，冷静。嗯。